装鞋子，那行违规哦。那个水太浅了。阿红这集，阿红变蛮多的呢。这时间，呼呼。更凉，不屑。钓鱼包忘了带，连剪刀也没有。哎，那个木艺人才艺。
上很多。可以游泳，这家水有过滤，它蛮干净的。
钓游就到此结束了。天气炎热，今天都没有带到钓，剩下那个包包以前剩下的，就随便煮一煮。不过呢，也顺便测试一下这个漂钓，有人说要看一下讯号，看看有没有拍到了。OK， 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